亲爱的各位同学，大家好。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42课，这就是 Lesson 42 Recording an Earthquake， 记录地震。246页，我们先来读读生词和短语。246页，动作快些啊 ！Read after me. Earthquake. Earthquake. Slumber. Slumber.Nine-pin, nine-pin, rigid, rigid, delicate, delicate. 注意不要读 delicate. A-T-E 在动词中发 it, 形容词或名词中一般发 it. 所以再来一遍 delicate, delicate 是 kid 不是 Kate. 啊，再往后走 seismometer.Seismometer, pen holder, pen holder, legibly, legibly, drum, drum, wriggle, wriggle, blue bottle, graph, graph, graphic, graphic,Longitudinal, longitudinal, transverse, transverse. 好，这是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不是特别多。哎，咱们还是把一些重点词先做个钻研。先看第一个词，就是这个意思特别多的、坚硬的、刚性的，或者不是僵化的、固执的，这是派生意了。但是都是由什么坚硬的、刚性、没弹性的这个本意来的。我们再大声再读两遍 ，rigid.Rigid， 咱们先看个英文解释啊，什么意思呢 ？Stiff or fixed, not able to be bent, moved, changed, or persuaded. Stiff， 僵的、僵硬的 ；fixed， 固定住的、动不了的，那就不能够被弄弯，不能够被移动，不能够被改变，不能够被说服的。哎，你看这一连串的意思，就是什么坚硬的、刚性的、僵化的、固执的，不能被说服吗？等等都可以啊。咱们多看几个例子，比方说 ，rigid plastic containers， 这种非常坚硬的、刚性的塑料制成的容器，就是它没有弹性，非常硬，你再砸的话就碎了，这种叫 rigid。再比如说 ，several colleges in our study have rigid rules about students' conduct， 就是在我们的研究中啊，若干这种大学怎么样呢？对于学生行为都有那种非常僵化的制度，这制度就是没有变通性，没有灵活性，就是这个 rigid 啊，这个 study 在我们的研究中了，对吧？是指这个制度僵化，没有灵活性。再比如说 ，rigid adherence to old-fashioned ideas， 固执的坚持那些老套的、旧、非常陈旧的观念，就是不能被说服，固执叫 rigid。总之都是由刚性的、没有弹性的、不能移动的、不能弯的。这个含义来的，这是 rigid， 它的抽象的名词就是坚硬、刚性、僵化或者固执，就是把刚才那几个的都去掉了。来，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rigidity，rigidity， 注意不可数名词啊，不可数名词。比如说 ，the rigidity of the metal bar， 这个金属棒的刚性不能弯，这个非常坚硬、刚性不能弯，你再掰就断了，叫 rigidity。啊，同样 ，the rigidityOf the law on this issue， 在这个问题上，法律的这个僵化，法律没有变通性，太僵化，不能够改变，这是 rigidity。那么我们要同时记它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反义词，完美反义词，就是一弯曲的、柔韧的，同样有派生意、可变通的、灵活可以改变的。那我们既可以表示物理的含义，也可以表示抽象的比喻。大声读一下 ，flexible。Flexible， 就是一弯曲的、柔韧的，派生意可变通、灵活的，对吧？比如说 ，shoes with flexible rubber soles， 这鞋有什么呢？有非常有这个柔韧性好的橡胶鞋底儿。这个 sole 是鞋底儿的意思，鞋底儿柔韧性好，那能够弯曲、灵活。那再比如说 ，a gymnast has to be flexible above all else。一个gymnast 就体操运动员了。我们读一下这词 ，gymnast。
gymnast。我们轻读但还是发 i 啊，一个体操运动员怎么样呢？必须首要的是必须要有柔韧性，对吧？你这像李老师老胳膊老腿这一劈叉就折了，对，得有柔韧性。还有像 our plans are quite flexible， 我们的计划是相当有灵活性的。就计划如果外面变化，我们计划可以随着跟着改变。还有像 accountancy can offer flexible working hours。Accountancy 就会计工作，会计工作可以提供非常灵活的工作时间，就是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什么时候可以做，工作时间灵活可改变，有可这个可变通，这是 flexible。 它的名词就是 flexibility， 就是 rigidity 完美反义词，柔韧性或者灵活性。大声来读一下 flexibility， flexibility 柔韧性灵活性。你比如说 exercises to develop the flexibility of dancers' bodies，这样一些练习，什么练习呢？后肢领域能够发展什么呢？这个跳舞的人舞者身体的柔韧性，来增加他的柔韧性，这种 flexibility。还可以做派生意灵活性，对吧？ Employees expect flexibility in the workplace， 雇员们希望工作场所有灵活性，对吧？就是我能在家里工作，在办公室工作，咱们一个城市多几个办公场所，这样呢我们有灵活性，它容易改变。好，这是第一个相关的两组词放在一块记住就好了，这个词跟老师看到这儿。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字儿，咱们来看一看这个精密的灵敏的，再次读两遍，注意后面的 A 发 A， 不是 A 这个声音啊，大声了没？ Delicate， Delicate， 读快之后最后这个 T 会失去爆破，舌尖顶住就不喷出来了，我们快一点， Delicate， Delicate， 你看这个 Kit这个 t 读不出来的，精密的灵敏的，当然它有别的意思，先看这第一个意思。那 delicate 第一个意思表示 able to measure very small changes， 能够测量出非常细小的变化的，就是精密的灵敏的，本文中正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看一个例子，比如说 weather forecasters have extremely delicate equipment which helps them predict what the weather is going to be like。那么天气预报员们有极其灵敏的设备，注意设备，老师说不可数名词，怎么样呢？这个能够帮助他们预测这个天气未来的走向会是怎么一个天气，灵敏的设备叫 delicate equipment， 能够测量细微变化。那你像本文也出现了，就是本文245页课文第八行，他说 But instruments far more delicate than that were needed if any really serious advance was to be made，如果我们要做出真正这个严肃认真的做出一些进步，做一些改变的话呢，那么比这个东西要精密的多的这个设备是必须的。精密这个叫 delicate， 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它有派生意，第二个派生意咱们在星期三册见过，大声先读一遍 delicate， 发音一样，表示什么呢？颜色呀，气味啊，或者味道啊，淡的柔和的，颜色气味或者这个空中气味，嘴里的味道淡的柔和的。你像 delicate fragrance， 淡淡的芬芳，淡淡的香味，很柔和，令人愉悦但不刺激。在我们看52课新概念三册的第52课，那三册52课里面出现这个词。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bottle is tinted a delicate shade of green， an observant visitor would soon notice that it is filled with what looks like a thickgrease substance， 尽管呢这个瓶子被染上了淡绿色的色泽，这个 shade 表示色度，绿分多少种绿，就色度，淡淡的绿色。但是一个敏锐的访客很快能注意到瓶子里面装满了看起来黏糊的灰了吧唧的东西，这个 delicate 叫柔和的淡的。当然它还有其他的意思，咱们穿在一块儿记就好记了啊，因为阅读中都会出现。第三个意思咱们放在一块儿，表示细致的，娇嫩的，再派生就是容易损坏的，再派生就需要谨慎处理的，容易出问题嘛，容易坏掉。咱们多看几个例子体会一下这个这样一些用法。比如说 her delicate features， 讲过人的 feature 是眉目鼻口耳五官相貌，这个女孩子五官长得非常细致精致，五官很细致，那叫 delicate features。 这个眉毛眼鼻子脸长得好看。A baby's delicate skin， 一个婴儿的非常娇嫩的肌肤，细致很娇嫩，
太细致太娇嫩就容易坏吗？你看 delicate china teacups， 非常娇嫩的容易损坏的瓷茶杯，搞不好就碎了，很容易碎，易碎的这个茶杯易损坏啊。再比如说 a delicate problem， 这是一个需谨慎处理的问题，很容易就惹出大麻烦，需要谨慎处理，很容易出问题。再比如说 the delicate surgical operation took 5 hours， 这个非常棘手的这么一个外科手术花了大概5个小时时间，就容易出问题，需要谨慎处理呗。你看细致的娇嫩的易坏的需要谨慎处理的也可以用 delicate， 咱们可以把这几个意思把它穿下来就好记了。那么它的名词形式也很常见，就是 delicacy。 delicacy 有好多常见意思，咱们常见的看一看，我们先大声先读一遍 delicacy delicacy。 它第一意思就是精致细致娇嫩，或者对某个事情的谨慎的处理啊。这个不可数，不可数表示这个含义是不可数的。那咱们也是看几个例子，比如说 the delicacy of carving， 这个雕刻的精致细致，雕刻的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纤毫毕致。哎，看这个每个地方雕的非常细致啊。再比如说 the delicacy of her features， 这个女孩子五官的精致，就把刚才形容词变名词了呗。再比如说 the delicacy of child skin， 一个儿童婴儿孩子皮肤的细嫩娇嫩啊。再比如说She handled the situation with great sensitivity and delicacy. 她处理这个情况，处理这个局面，用什么呢？用非常大的敏感和细心和细致。为什么谨慎处理呗？因为这个局面很容易出大的乱子。谨慎处理也叫 delicacy。但是我们注意，表示这个含义都是不可数的。但是我们在新概念三册的23课见过它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美味佳肴，这是可数的。我们再读一遍 ，delicacy。就是表示 delicious food， 好吃的东西呗。因为 delicacy 跟 delicious 拼写也像，美味佳肴。咱复习3册23课。If you live in the Mediterranean, for instance, you would consider octopus a great delicacy。如果你住在地中海地区，比如说，你就会把章鱼看作是一道美味佳肴。A great delicacy， 注意可数名词，美味佳肴。好，这是我们这个重要的这个含义，几个常见意思可以放在一块儿，把它串起来就好了。好，这个词跟老师看到这儿。下面一个重点词，咱们来看看这个地震仪啊，大声先读一下 ，seismometer， 地震仪，这是个术语，为什么咱们看一看呢？因为它有字根啊，就是 meter， 有的时候呢把它变形成 meter 都行，它表示 measure， 测量、丈量、衡量。这就好记了，你像 seismometer， 这个 seismo， S-E-S-E-I-S-M-O， 它表示 shake， 震的意思，测量震的这个仪器叫地震仪就好了，测量震级，测量地震的这细微的一些变化，地震仪。多看几个例子，比如说 meter， 本身这个字根就是一个单词，可以表示仪器仪表，测量的作用嘛，有读数的仪器仪表，或者干脆表示米或者公尺，当然表示米这个含义还有另外一个拼写叫 METRE， 那是英式拼写了，把 ER 变成 RE， 做动词就是测量衡量的意思，就类似于 measure， 这不就看到这个本身就是 measure 的含义吗？对吧，就好记了。再比如说 metric， 它既可以表示米的，也可以表示公制的，跟那个英式的正对应，我们读一下这次 metric， 米的或者公制的啊。还有像 diameter， 咱早就讲过了吧，叫圆的直径。为什么 meter 是衡量，这 die 这字头表示 across， 横穿过去，横穿过去，这长度量一量，不是圆的直径吗？圆心穿过去，量量长度叫直径。再读一下 diameter。再比如说 thermometer， 这 thermal 表示 heat 热量，测量热的这个仪器叫温度表或者体温表，测量房子的温度、人体的温度都行。我们大声读一下 thermometer， 温度表、体温表，测量热度。再比如说。barometer 叫气压计，这个 baro 可以表示重量的意思，那大气的重量就是气压嘛，对吧？气压计，再读一下 barometer， 这个好记。还有呢，像电压表，它来自 voltmeter，volt 本来就伏特的意思，是电压单位，好记吧？大声读一下 voltmeter。还有像我们的这个汽车的速度表，看现在时速是多少公里，我们大声读一下 speedometer。speedometer，
speed 本身就速度的意思嘛。有的时候在口语中把这 meter 可以去掉，就用 speedo 也是速度表一样。好，汽车我们看开了多少里程了，里程表可以用这个词，大声的呗， mileometer。这 mile 不是来自 mile 吗？就是英里吗？里程表看汽车开了多少英里了，哎，里程表。再比如说那个朋友 hygrometer 可以表示 wet 湿的意思，湿度表。我们大声读一下这次 hygrometer 湿度表啊。还有像 perimeter 的圆的周长，这是常见词了。那 peri 可以表示 round。这圆的意思，圆量一量一圈多长就周长。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perimeter 周长，哎，这在美国学几何学重要了。还有我们说 geometry， 这变成 meter 还是测量。 geo 我们说过表示 earth 大地，丈量大地，这几何学，几何学的前身嘛，就是发源在这个埃及，尼罗河泛滥，所以农民的经常这个丈量田地边际的变化，诞生几何学，测量大地。再来一遍 geometry， 几何学。那最后看看对称这个词，叫 symmetry， meter 还是测量， sym 可以 together 放在一块量一量，长度是一样的，放在一块咱们量一量，长度一样的对称嘛。再大声读一遍 symmetry。 好，这个词重点记住 meter 还有 meter 这个重要词根就好了。这个单词看到这儿，下面一个重点词，再看看这个扭动、蠕动，或者把扭动前进这个词，大声读一遍 ，wriggle。怎么叫扭动呢？看解释呗。Wriggle 表示 to twist your body or move part of your body with small, quick movements， 就是 twist 就扭了、拧了，扭你的身体或者这个移动身体的一部分，用什么呢？用非常小快速的移动，那扭动、蠕动这种感觉就 wriggle， 你听声音 wriggle 扭动起来啊。比如说 a large worm wriggled in the freshly dug earth， 一个大蠕虫扭动，怎么在新挖出的泥土里扭动，就是我们从土里刨了一层土出来，里面有个大虫子在里面嗡来回扭动，这感觉啊。Freshly 就刚刚怎么样 ？The dug 就 dig 的过去分词被挖出来，土中泥中一个大虫子在扭动，或者指人也行。你看 ，Baby Martha was wriggling her toes in the sand。Martha 这个小婴儿怎么样呢？在沙子里边扭他的大拇指，扭他的脚趾，脚趾在扭动，那脚趾头在扭动。当然我这是手指，老师讲课不能脱鞋。总之吧，咱想象扭动嘛，蠕动叫 wriggle。是蠕动、扭动本身，但它还可以表示扭动往前走、扭动前进，也是 wriggle， 表示 to move somewhere using short, quick, twisting movements， 用短暂、快速的扭的这个动作来向某个方向移动、扭动的前进。你比如说 ，the tunnel was low and dark, but she managed to wriggle through to the other side。这个隧道又低又阴暗，但这女孩的设法。扭动着，穿到了另外一方，就是在隧道扭着往前走，像蛇一样扭着走，就是 wriggle。 这个词有好几个同义词类似的，我们把这个 r 去掉更通俗一些，也是扭动，跟它是同义词。我们再读一下 wiggle， r 去掉 w 就发音了，也是扭动，同义词。那咱们看一些例子。 She wiggled her toes in the water， 她在水中扭动他的脚趾，你看跟刚才那句话非常类似啊。好，再比如说 ，her hips wiggle as she walks， 她在走路时，这女人屁股在来回扭动。这个跟刚才那个很类似啊。有的时候还可以用这个同义词，含义几乎完全一样。大声来念 ，waggle， 也是扭动，也是扭动啊。比如说 ，his bottom wiggles in a funny way when he walks， 当他走路时。他的屁股非常有趣的、非常可笑的在来回扭动。She can wiggle her ears， 他的耳朵会动，耳朵来回这么动，也是这个 wiggle。还有一个幅度更大一点的，咱们叫摆动，叫 wag， 拼写也类似，大声来呗 ，wag， 表示大幅度的摆动，尤其表示两个动作，第一个狗摆尾巴，摇摆，对，摇头摆尾的摆尾巴。
还有第二个人表示不同意，不行不行，这种摆动叫 wagon， 我们用在这两个场合最多见啊。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wagon。 你比如说 the dog's tail wagged， 狗的尾巴在摆，或者及物动词 the dog wagged its tail excitedly， 狗兴奋的在摆尾巴，尾巴在摆或摆尾巴，及物不及物都行啊。或者摆手指表示不同意，这个动作也叫 wag。 你看 you shouldn't have done that， mom said wagging her finger at me， 你不应该那么做的哦，妈妈说向我摇手指，这个动作跟狗甩尾巴类似的，不能这么做，嗯，不行不行不行，这叫 wag。 这几次可以放在一块儿，把它记住。好，这个词跟老师看到这儿。下面咱们再看一个重点词，叫做纵向的，就竖着这个方向，大声读一下 longitudinal longitudinal， 就纵向的。哎，这个看看解释呗，什么意思呢？ going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of something， 从顶到下方的这个方向叫纵向的 longitudinal， 经常用于比如说 the longitudinal axis， 纵轴，这 axis 就虚拟的轴，就外轴了，这个 XO 这是外纵向的纵轴，可以这么说。那再比如说 longitudinal stripes， 纵向的条纹， stripe 是条纹的意思。再比如说 a longitudinal section， 纵切面或纵断面， section 一个切面一个断面，纵切面就这么来说，这是纵向的。这次为什么看看呢？它有字根 long 就是 long 嘛，这字根也是个单词，就长的，长的不是表示竖过来的吗？这横过来就是宽的，这是长的，长的纵向来自长，好多词都有这个拼写。你像长寿，前面有 long， 后面 eve 来自 time， 你像 evil E-V-A-L 不是跟时间相关吗？所以时间很长，长寿，我们大声读一下 longevity longevity， 叫做长寿。再比如说 longitude 就是经度，地球经度不是纵向的吗？这个 I-T-U-D 可以表示抽象名词的字尾，对吧？我们读一下这次 longitude。 那 longitudinal 就纵向的，当然它也可以表示经度的也行，就经度，经度纬度那个经度，它也是纵向，经度不是从上往下的这个方向的吗？再读一遍 longitudinal， 好记吧。再不是 elongate， 这个字母 E 可以表示 out， 向外面长出去，是不是使变长或拉长？我们大声读一下elongate， 让外边长出去了，拉长它们，往外边再延长，名词就是拉长或延长，读一下 elongation elongation， 这物理含义表示延长拉长。如果表示时间延长呢，这个咱们在前面第九课王室间谍活动讲过，那延长时间大声来呗 prolong prolong，long 是长， period 是向前，往前延一段时间，也是拉长了嘛。但这个词表示时间，长时间的、持久的，用过去分词当形容词。再读一遍 prolonged。 你像 prolonged warfare， 咱们讲过持久战，咱们说过，这都是跟长相关。这是这个纵向的这个词看到这儿。最后咱们再看看它的反义词，生词中刚好有，就横向的，这个也有重要词根，大声先读一下 transverse transverse， 横向的啊，什么意思呢？就 situated across something， 位于横穿过某个东西的位置的，不横向的吗？同样可以用 a transverse beam， beam 叫梁的意思，柱梁，这是房屋横梁，大梁横梁，对。同样的 transverse section 什么意思？横切面、横断面，是这个横向的。这里面有字根，前面就是我们看后面 ver 这个 turn ver， 你听声音 ver 就转的意思嘛，转动、扭转的意思。像本文中这个 transverse， 前面这个 trans 讲过无数遍了，可以表示横穿过去 across， 对吧？那么转向横的方向，原来是方向不明，现在转向横的方向，是叫横向的，转向穿过去这个方向叫 transverse， 横向的特别好记。你像这个 versatile 什么意思呢？这个 T-I-L-E 可以做形容词后缀了，说明是形容词，多才多艺的。为什么？像各个方向反转，那不光是英语好、俄语好、这个西班牙语好，而且还会打台球，而且还会唱歌，多才多艺的，像各个方向都在扭转，对吧？我们大声读一下 versatile， 有人读成 versatile， I-L-E 发 I 发 O 都行，各个方向扭转，多才多艺的，这个好记，对吧？再比如说
vertical 大家很熟悉的垂直的，对吧？这个 al 还是形容词后缀，把它扭上向的，往上扭一下，垂直的。你看，原来是平的，把它扭起来了，垂直的。对 ，vertical 非常好记，弯过来了，对吧？还有像我们说的不利的、有害的、逆的、反的，叫 adverse。这个 ver 呢，还是表示这个转 ，ad 表示去扭过来了，去转过来，本来跟我们是一边，现在扭过来了，是不利的、有害的，跟我们对立的、反的。Adverse wind 不是逆风吗？扭过来反方向的风。那还有我们说的敌手死对头，咱们在二十四课见过，大声再读一遍 ，adversary。注意是名词，敌手死对头。为什么他跟我们对着干呢？拧过来对着干，去转过来，对吧？再比如说 ，anniversary 这更好记了 ，any a n n i 表示 year 年的意思，每一年都转过来，每一年都转过来。Anniversary， 好记吧？还有像 controversy， 三十二课讲过，叫争论的意思。为什么 ？control 这个字头表示 against， 大家扭过来都处于对抗的状态，大规模的、旷日持久的论战，用这个字，对吧？我们再读一下 controversy， 大家对立的扭过来，对吧？还有呢，它的有争议的形容词再读一下就好了 ，controversial， 有争议的啊。还像 converse， 哦，这个意思多了。Cwin 可以表示 together 在一起的意思。那么我们扭到了一起了，扭到了同一个方向，一块扭到一块，脸对脸，所以说动词就交谈的意思。但是动词要这么读，大声来一遍 ，converse， 交谈谈话。为什么大家一块扭过来了呗？扭头。但是形容词呢，叫相反的、逆的，那一块都扭过来了。原来是这一个方向，一块扭过来了，变成相反的、逆的。但是形容词要这么读 ，converse， 或者做名词，相反的事物也是重音在前面。再来一遍 ，converse。那表示交谈名词 conversation 就好记了，交谈。为什么？大家一块扭过头，咱们再交谈，来好。再比如说 diverse， 有时候能把它读 diverse， 对吧 ？di 就像那 dis， 我们早就说过可以表示 apart。分离分开的意思，刚好呢，转开了，分离分开的转，刚好是多种多样的。大家原来在一块儿一个大圈里是大家都一样，现在分离开，转向分开的方向，是叫多种多样的。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diverse， 也有人读成 diverse 也行，它的名词就多样性千变万化。再读一下 diversity， 这就好记了，对吧？还有像 diversion 也是跟它同根的，叫偏离或者转向，为什么呢？方向向四面八方分开，扭转偏离了中心点，转向了，或者娱乐消遣。为什么原来重心点是工作，现在打乒乓球看电影，是不是分离开，转向了，转向分离的方向，娱乐消遣跟本职工作扭开了，对吧？还有像我们说 extrovert， 叫外向的人，更好记了 extra 这字头表示 outside， 转向外边了，总是想外边交朋友，叫外向的人。再读一下 extrovert。 那内向的人呢，intro 表示 within， 往里边方向扭过来，就内向的人。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introvert， 注意力总扭向自己，不愿意出门，内向的人也很好记，对吧？还说，哎，这个比较书面化词叫 inadvertent， 这个 in 可以表示不 not 否定字头，这个 ad 还是我们说的 to 去，不去把它转过来，不去转过来，是不是叫无意的或者非故意的？为什么根本我没有扭头看呢？我没有扭头专门看它，无意的、非故意性的，像无意的一个失误、无心犯的错误的，我没有扭头专门去做这个事儿，所以无意的、无心的、非故意的。大声再读一下 ，inadvertent， 没有去专门扭头去看，来，这就很好记了。来，再比如说，我们说 pervert， 这个 per 可以说 thoroughly 完全彻底的，完全彻底都扭了，完全彻底的扭转，做名词表示变态的人，尤其表示性变态。He is a pervert， 这人是个性变态。那我们再读一下 pervert， 做动词呢也读成 pervert， 动词不要读 pervert， 还是 pervert， 滥用、误用或者使某人堕落，完全扭转了方向，完全错了的，完全扭转啊。还有像我们说 reverse， 这几个注意啊，无论形容词、动词还名词都是一个反应，都读 reverse。 我们再读一下 reverse， RE 表示 back， 扭向反的方向，
所以做形容词叫相反的，或者做动词叫时反转，或者 reverse 开始倒车嘛，叫牛向反的方向，相反的方向开车，或者做名词叫相反的事物，但注意发音一样，再来一遍 reverse。 最后再看一个，就是 subvert， 颠覆或者破坏。为什么呢？ sub 表示下边，从下面给它翻过来了，是不是颠覆了，颠覆了政府， subvert the government， 颠覆或者破坏什么什么，从下面把它翻过来，让它整个翻个，是这么一个。好，这个有重要词根，42课里面重点词不少，希望大家仔细复习，把很多重点的词根相关词同时背起来啊。好，42课生词短语部分跟老师就学到这儿。